你即摆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，你是按国计咯？大家拢讲鬼，啊，你是看到鬼哦？这个世间，人比鬼搁较恐怖。你说啊？你别过来！等一下，先听我讲完再搁讲。谁呐？叫查甫人放生，大来要死要活。我当成全你啊！要唔过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较难出手吼，都爱较重嘞。安尼吼，只会当做一届就死啊！啊，无你安尼要死要活，冲破两万多的眠床顶，还是足艰苦的呢。啊，你实在是足无路用的呢！啊，你连要安怎死你都唔知，要死我甲你教啦！卖过来！我不想要活。你为啥你要戆啊？哈？我以前安怎甲你教的？咱做查某人，咱就袂当互看轻，去互欺负，敢若一步，毋是吞落去，就是加倍嫌疑，你袂记得？我不袂记得，我无。你无袂记得？来，你甲你看卖咧，你看卖咧，你即摆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，啊，你是按国计咯的呢？我真正不敢玩，我为了少芳付出这么多，你跟我好糟蹋到安尼，我真正不敢玩。不敢玩，不敢玩，爱我知啊！我已经找伊几啊摆啊，也不过少芳根本就无要插我，我已经不知道我要安怎做啊！阿姨，你袂记得我吗？你唔知要哪做，你会当来催我啊？啊，唔好加载我，我咧注意你的状况。啊，若无咧，你即马做这个戆代志，你唔是叫我赚着？人咧咧过咧快乐的日子啊，你咧，你是得到啥？我怎样？要唔过我真正唔敢玩，我就算是做鬼，我嘛袂放你耍。鬼？大家拢讲鬼，啊，你是看到鬼哦？你真正当作你做鬼，你都哈都报仇？哦，你来遮古锥哈？你敢唔知？这个世间人比鬼更加恐怖。要报仇，唔是干那出一支嘴，去找妖怪啦。我去过啊，我擦擦过，闹啊闹过啊。我唔过根本就无法度挽回什么，无法度挽回什么，那别多啊！你都唔惊死啊？你即马是咧惊啥啦？啊？我跟你讲，你就是爱让业界，还佮叶少峰知影讲吼，因的惊是啥，才会知影讲吼，你偌痛苦。对，阿姨，你讲的无唔对。少峰既然对我这么无情，安尼我根本就无需要回这么好过。你总算想通啊吼！来，假死我给你穿好啊。安那，有问题？无问题。好，家家你整理一下，该死的是别人，不是你。卖好人在遐咧笑，你在遐咧哭，那是足唔值的。阿姨，多谢。